您用我这支，我这支特好用，肯定用起来顺手。那这个就顺带。 你得去排队，在我这儿没有特殊可言，哪怕是正牌老板娘来了，也得按规矩办事儿。您就不能通融通融？就有些小姑娘啊，因为撒个娇卖个嗲就能上位，你这套在我这儿行不通，出去。 大海啊，我知道你觉得很难办，你觉得给我这儿开了后门，那别人会对你有意见。但是大海，我不一样，我这份文件那可是小楼总特批的。您要想，这他们再有意见，那也是对小楼总，而不是对你大海呀。 出去。嗯，出钱。嗯，顺利吗？不顺利，大海哥很生气。你喊他大海哥呀？哎呀，欧神哥不喜欢别人喊他的本名，全公司人都知道的。 说呀，完了，梁玲。